儿哥，你先试试。这么好呢？你试试毒，你试试咸蛋。好，我们来进行第二件拍品：糖醋黄河大鲤鱼。那个汁儿很好吃，色泽深红，外脆里嫩。本轮竞拍挑战，忍气吞声，接受按摩师的穴位按摩，并且不能发出任何声音。这是五秒起拍，要是脚可完了。这我可以，应该 OK， 我 OK。郑凯可以，郑凯把腿毛都没。多少？五秒，五秒，五秒，您的六秒，六秒，七秒，七，二十秒，二十秒，你是没有感觉的吗？你按摩，按摩是？我们这一秒一秒加，你怎么上就加了十五秒？孩子，你还年轻啊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你确定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二十秒。嗯，二十五秒。啊，三十，三十。三十秒。三十。弟弟，太厉害了！一条鱼没必要这么。三十一，三十一，三十一。三十五，三十五。你上一轮的来看，应该没有很难。那你直接叫个一分钟。想看是吧？想看林一，想看，想看林一是吧？不想看你，不想看，不想看你。三六，他不想看我，就让你们看我。四十，四十。林一，林一。四十，四十，四十。三十七，三十七。哥，你把他那八号牌拿给我吧，收起来。你没有权利，你到底是谁？没有权利举。你也想看林一啊？最后一次。您的三十七秒，来吧，三十秒。哎，有没有我们这么串通的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有请按摩师。我感觉我是盘菜。按哪儿啊？好，来，准备。计时开始。不疼。他也疼，你看着没？那大脖筋。对，你可以动，但不许有声音。你要不要咬个东西？咬自己，咬自己，咬自己，咬自己不也疼吗？你们俩是什么人在这咬自己？啊！哇哦！哇哦牙祭！哎呦哎呦，疼哎呦！我们帮你叫。刺激！啊！我帮你喊。这是什么穴位？哎，这天哪！疼痛传递到我身上。啊！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挑战成功。比上一轮的来看，应该没有很难。耶，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哎呀，我左边一条鱼，右边一盘虾呀。就你没有啊？就你轮空啊？继续下一道，这道呢是一个盲盒的美食。盲盒。这道美食食材全部野生。野生的，至今没有实现人工养殖的突破，蛋白质含量极高，且脂肪含量极低，越吃越上头。上头？挑战是啥呢？挑战的游戏是指压板上抱冬瓜蹲起。五秒起拍。十秒，二十秒，三十秒，五十秒，一分钟。这几个脚皮厚的，这脚皮厚的，这玩意举就得按号啊，是不是按号举啊？对，对。二百五十秒。确定二百五十秒吗？对。那冬瓜是五百多斤啊，我告诉你。二百五，二百六，二百六，二百六。我们都不是抱冬瓜，我们上来就是抱阿姨的那个。对，那个对我们来说确实太简单了。三百。对。啊，三百。三百。三百。杠上了，跟他们杠了。三百还要继续吗？三百给他了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恭喜八号。七号你是咋举的？七号你是咋举的？七号。
我不知道你咋换的，完了你告我300，我这琴你让哥你让弟让给你举呢，咱也不知道啊，什么时候他就走，我谁也没换啊。那没关系，那您现在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接不接受啊？报俩，人家这叫的是7号，确实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为了照顾沙哥，我们可以只报一个。那300秒也挣不了啊。拍卖师，拍卖师啊，您说。7号留牌了，留牌了。那甭管你俩谁，赶紧上一个。哎，5分钟是吧？来，我来来。我帮你，来，我也帮你。我觉得这东西得有人照顾着。完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先上。你俩是跑跑照顾对啊。你俩看。来一个吧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先一个吧。哎呦，好，挑战开始。你5分钟蹲一个？有可能，5分钟蹲一个可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这样，你两个给你减半2分半。对，两个试一下。不行不行，哥，坏了，脚折了。两个2分钟，你两个2分钟，两个2分钟值得，值得。帮我把这个往上抬一下吧。倒计时，五，四，再来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三，二，一，恭喜挑战成功！成功！出汗了。噔噔噔噔。怎么给扣不要了？我以为是啥呀？知了虫炸知了，青下油锅，外酥里嫩，越吃越上头。谁敢吃？没有人想吃这个。幸亏没有拍。